今天世界树盔甲3000张防卷啊！哦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冲和，先冲再和。我看一下哦，我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账号的这个状况哈。账号的话，娃娃是有7只，哦，是7只。7只的话少什么呢？哎，他居然没有影魔，然后没有克特哦，没有阿鲁巴红哦。好，今天的目标就射3只吧。我们先冲了啊！直接给他那个冲过去。我们先一波四的。先从这几件看一下加五的有多少。应该也要过吧，过可以。好，来从后面倒吃甘蔗回来，爆好，倒吃甘蔗会越吃越香啊。OK，再来，没错，可以，可以，再来，爆啦，没错吧？这运气有点算得准准的，哦，可以了，接下来会爆，接下来会爆，哦，好，OK，这个真的要劝大家，没钱不够，房卷不够的，不要点，真的不要点，哦，如果说你以前有本来就有囤一些房卷的话，那你把它点一点，拼一下运气啦，好，哦，啊，如果你房卷本来就已经不够了，钱也不够，那我建议这个活动直接 pass，真的。200张做3个加6算飞，坦白说还好，还好，因为我300张6个，我300张6个，哦，来咯，我们要倒吃甘蔗回去咯，开始。好，来，这边再上六了，这边有4个6了哈。刚才从前面点回去，现在从这边点回去，好掉。这一波乱点真的不行，过。哎，没有哎，等一下，现在只有这样子哦。这一波乱点真的不行，不能乱点，这有点，刚才这一趴有点难过。好，认真的。来，爆爆爆爆爆，倒吃甘蔗回去啦！1、2、3、4、5个、6个，他花的这个
充装的数量大概是我原本那个账号的3倍，哦，这个几率差很多。对啊，我300张6个哎，你看这个我已经几张了，700张7个加6哎，这个会不会好，我们现在用直上了哦，直上法，直接六了，每一件都到六，没有六我们就让它下课。3400张，37个加6，哇，最欧洲的在这里啊，37个6，哎，我靠，那我们才几个啊？8个、9个，哇嘞，等一下，我决定了，不要冲了，我不冲了。他根本就不会给我过啊！我已经连爆有20个了吧？他根本就不给我过啊！我决定了，我先把这边处理掉了。金亏金亏！哦，这个如果是日版的话，就好爽了，就好爽好爽了。哎，这个有红，哎。绿的哦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1234，成啊，又是绿的，再来 ，ID 是内蜈蚣，对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 ID 是内蜈蚣毒圣，超强的内蜈蚣毒圣，哇你嘞还3张啊，这个都不会太扯啊，还3张重复的，真没修好呢，继续啊，我们继续。哎，感谢鲨鱼哥，感谢鲨鱼哥 donate 150块，我会使去买3杯2的呀。哇，这一次这一波啦，这一波加我的其实还不错，从上面回来，应该是这样。我是官方的卧底哦，哇，这形容太好了。你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？工商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在做工商，如果照这样讲的话，我应该在做工商哦。可是好像有点负面的，各位。是不是？晚上好啊，成了，我们要点收集品。哦，过了哈，你好鬼啊哈，再来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5跳6的几率已经坏掉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又有了，好，继续过了，好吧？可以。哎。啊，糟糕，我点错了，我把我加六点爆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一下，我从下面下来，从下面回来。
来 ，Go， 爆掉，爆掉，加六要不要祭品一下？现在不是一直都在祭吗？一直都在祭啊。真的不过呢哦，啊，你真的不过呢啊，从这边点，哎，哎，真的不过哎。好歹十个也过一件吧，啊！爆十几个，有些甚至爆了快二十个才一件。我靠，这个太扯了啦！五十件，你们还没有冲的，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哦，真的要好好想一下。说好话没有用啊，那个说好话有用，大家早就已经红遍红瓦了，还在这边给人家坑，对不对？句句属实啊！直上几率比较大、喔，哎、欸，再来，爆啊！看我的加六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、欸，啊，蹦尿尿，曝光，哦，这太扯了啦！自从我们上次挑战过那个五十张蓝布之后，对，那一次事件啊，我跟我们那时候借账号的那个主人啊，他说。他问我说：“有没有看过什么叫绝望？”我说有。我那天我就跟他说：“我真的可以体会到了。”然后我也顺便，类似拍拍肩膀。我说：“我靠，这个账号你玩得下去？”他说：“对，他也觉得他自己很厉害。”不是吧？这个不是这样吧？这几率重登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我重登好了，太扯了啦！我连爆应该有二十件的，应该有二十件。哦，我直接把模拟器哈整个重开，那真的很母汤呢哈，那真的很母汤呢。因为刚才已经爆了有二十件吧，你们回去看那个画面，真的有二十件。我觉得真的不夸张哎，加五而已哦、喔。你看，现在在连爆什么、啊？讲完就连过了，讲完就连过了。嗯？爆！四件连过，然后讲完就不行了。
哈哈哈哈哈！来，这边出个六吧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有一个了有一个了。哎，又爆了！来，哇，爆光光！我们被几率玩弄于股掌之间啊！他太夸张了啦！我真的不是……等一下，我跟鲨鱼哥讲一下啊。他这个太扯了，他这个太扯了，我已经喝不下去了，我抽不下去了，我抽强化不下去。你知道四冲五，连爆15件以上，其实就可以不要点了，真的啦，真的，15次，不是我们玩游戏说一定要想得很怎样怎样，这对都是钱买的，好吧，都是钱买的啊，再点下去，我说真的，你只是被回收而已啊。哦，说真的，只是被回收而已啊！不要点了啦，早上的几率跟晚上的几率天差地远啊！不要点了，我们牙起来啦！